我是威神威的余韵。你们刚刚其实在表演结束之后，其实我还是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，因为我感觉到你们的表演真的感染到了我，都是很有自信，然后也是很有热情的，在接下来也要加油。谢谢。你们真的每个人都非常的棒，而且能把那种诙谐幽默的感觉就是抓得很到位，然后如果我可以打分的话，我肯定会给你们打10分，真的真的，加油加油。请学长不要暗示老师团好吗？不好意思，开玩笑。